女星伊能静和哈林庾澄庆曾有过一段9年的婚姻，不过最终以离婚收场。近日一段伊能静在节目中罕见提及离婚主因的片段在微博疯传，她直言当时自己还沉浸在原生家庭的痛苦中无法自拔，加上在年纪轻轻还未成熟的年龄就进入复杂的演艺圈，让自己处在很紧绷的状态。踏入婚姻的她将可靠的哈林当作是浮木，希望对方能拯救自己，把压力和伤痛全放在对方身上，最终导致婚姻破碎。离婚5年后，她才明白对方不是医生，无法帮自己治病，但曾对儿子小哈利说爸爸是个特别棒的人，没想到小哈利回应道你的人生比较好玩，让他听了感觉心里特别平静，也开始明白自己不需要被任何人理解，最终成功找到并接纳自我。